是否说眼凝时钟，我们就多些温柔？是否牵起你的手，就能别无所求？是否孤独的时候，找不到一个理由，让我积压的泪水不再流？可能你宽阔的胸膛就是我的力量，也可能是我泪流的方向。可能你害怕的真实柔情的眼光，可能你只懂欣赏我的坚强。会不会每一个人自尊有一个身份，而我擅长的角色是你的女人？挣扎多年的安慰竟然是你的体温，但我终究不过是一个人。可能你宽阔的胸一个人。